起奉献给您。好，首先就请您欣赏由郭德纲于谦为您带来的相声文章会。好人来的不少啊，哎，今儿挺多，各行各业的都有，是，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嗯，卖米的卖面的，卖油的卖炭的，卖葱的卖蒜的，嗯，卖火腿的卖茶鸡蛋的，哇，卖什么的都有，他全知道，各行各业全都来听相声，对，都喜欢，说明你们这行啊好。是啊，嗯啊，好好干啊，是好好干，有发展，谢谢您，我坐行你们这玩意儿，您这词儿老点儿，我坐行你们这行啊，喜欢，很好啊，有机会吧，啊，有机会咱们两个行业联合干点什么？哦，咱们两行，您不是相声演员是吧？哦，你拿我也当说相声的了？我这眼拙，我没看出来您，嗯。怎么了您？你再看看，你再来了，你再来了。我这不行，我这眼睛不行，眼珠了啊，眼珠了，不是，猪眼了，猪眼了，你才猪眼了呢，不是，眼拙了，眼拙了，哎，没瞧出来吗？看不出来，从头上到脚下，嗯，这个精神，这个气质，对，这个言谈举止，这个表情动态，哦，啊，你仔细看看，文人。您是文人，文人墨客，哦，这文人就都坐在炕头上是怎么着？您下去，坐惯了，嗯，没看出来吗？没看出来，大学问家，您啊，嘿嘿，这有学问的人都不系皮带呀，是怎么着？大学问人，哦，了不起啊，是是，啊，哦，有学问，学问家都楼了。楼像话，我说您这什么体格啊？我前些日子没少写东西，这些日子净写电视剧了，电影电视剧。哦，您还写剧本？给你找活，还好、啊、说这不挣钱呢。行行行，前些日子刚写一个，哦，卡拉屎条狗，那写个续集。哦，您给那写一续集。你演写续集，是什么名字？于谦是个猪。哎，好、哦，像话吗？啊，不演这个，你火了？火什么呀？他根据人物走，大伙儿瞧瞧这脸长的，啊，跟车祸现场似的。我招你了是怎么？适合演这个？那也不演了。有事我提拔你。那行，有别的事儿行。我们这行，我们文人墨客接触上层社会比较多。哦，知道吗？好好好，您是文人？文人啊，正经学校出来的。哦、哪学校毕业呀、啊？不是您正经学校哪学校毕业呀、啊？看吧，没谱。有啊，没有谱您说呀，哪学校毕业呀、啊？有机会，有机会告诉你。这还找什么机会呀、啊？这这么些人问回你抹不开，你知道吗？跟我没关系啊，跟我没。您说说您哪学校毕业？这怕什么？你看这抬杠小能耐，你知道吗？我见多了这个人。我这没有抬杠的意思啊！我问问您哪学校毕业？这有什么呀？我啊，清华。您说清楚怎么这意思？哪儿？清华。听清你们这听不清楚，咬字清楚一点。哎、你这怎么回事？你兔子不真呢？啊，你什么叫兔子不真呢？你这清华哪学校？清华，吓死你，知道吗？不至于，清华大学毕业啊？不，清华不是清华大学吗？清华啊，对呀、啊，是清华，海淀清华大学。别问了，进清华。这您是怎么还不让问？我跟你不过这个，我就。这没有什么过不过，不是海淀清华大学吗？不是海淀的，不是海淀哪儿啊？虎王桥。虎王桥，虎王桥，清华池吧？澡堂子呀、啊？你后头烧锅炉，还往后头。
那就倒脏土。哎，有完吗你还啊？澡堂子后边烧锅炉，锅炉后边可不倒炉灰了吗？就讨厌你倒霉模样，瞧瞧。清华，清华大学，别含糊，谁含糊了？清华大学，我说了怎么着？你弄死我，你弄死我，没人弄死我。清华大学的，人家你到我们学校打死你，我告诉你。我至于吗？我那你跟文人来这套啊？我干嘛呀？我没带着刀，今儿我告诉你，这文人不怎不带刀，知道吗？知道吗？清华大学怎么了？清华 大书法家啊，有学问，到哪儿去求我写字儿？呵，给人写字儿啊？嗯，书法家，大书法家，好，到处都有我的字儿。是啊，哎，中国就俩人写字写多啊？嗯，一个是刘炳芬，哦对，完事就我。他死了，现在就剩我一人了。啊，您也写字写得多，都是我的字啊，留您的墨宝，到处都求我写字，都哪儿啊？你看，就那个哪儿都有，是地儿我说不上来了。什么字啊？什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都厕所里头啊。他们拼的我那字儿，人家拼这字儿干嘛呀？那个大地儿写的那个啊，那个对联，心往一块儿想，嗯，劲儿往一块儿使，哦，横批，先拉后擦，还是厕所吗？不是厕，还是厕所呀？讨厌，你看你跟着没文化的人没法说话，你知道吗？嗨，这字儿可不就在厕所里看得见吗？厕所就是写字儿啊，不是您等会儿您甭说了，大书法家，您写字知道吗？知道吗？到处请我给人写字去，知道吗？行了行了，书法家就甭来这个了，啊、知道吗？我问问您啊，请您平常写都在哪个画廊啊？画廊？我们不上那儿卖去，我们上那儿买去，你知道吗？外行，知道吗？他哪见过这个去？倒不是外行，我没想到文人还有这么一爱好。文人也是人啊，你等会儿吧。大书法家没有，不是、啊，不是发廊，那什么画廊？谁画那玩意儿啊？我画过狗，不值钱那玩意儿啊，没有要的，听着不上画廊去。我这那个小屋里边，那能卖多少钱？街上，十字路口，大街面上，对、啊。是啊，呵，面向工薪，姐，怎么还面向工薪啊？写字多少钱、啊？不一样，这个玩意儿哪说得准去？包括我们这收入来说，也是跟季节有关系。这个月份啊，背月，这怎么还有背月？非得是年薪，要是庙会，呵，发了财了。姐早上起来就忙活、哦、忙活到下午四点来钟，手都写酸了。您这一天得写多少字？写字儿可不论个儿啊，外行了啊，不懂。这字论套，论套，哎，怎么还论套？论套，你想弄啊？对对，裱好了的。哎，对，这裱好了弄得了，哦、一套一套论套。哦，论套，这一天写多少套？那哪有准啊？看来多人求字儿了，是不是？哎、要说忙活啊，今儿早晨起来忙活，保不齐百十来套也是他。嚯、哦，要说今儿不行啊，嗯，三五十套。啊，那也不错呀。就不是，哎，对，挺辛苦，挺辛苦。您挣大钱了啊？不是，挣什么大钱？反正说卖一百来套吧，就这一天能挣个二百来块钱，差不多。差不多交完税，交完管理税，能剩个二百块钱吧，就算是吧。您先等会儿吧，人家那字可都令尺，一尺就好几万。外行，咱外行，我们跟那个不一样啊。我们是面向工薪。前一段时间北京有一个大书法家去世了啊，起诉啊，大书法家起诉什么价？等会儿吧，等会儿吧。您各位拍拍良心，这甭拍良心，人家那字那口感，说实在的，是吧？您说那是起酥，还饼干有没有？那更便宜了，就是什么便宜？嗯，起功，起功吗？起功啊，他反正他去世了啊，他那个字儿很值钱呢。那、就是、我们之间不比哦，这行之间不比啊，你干你的，我弄我的，谁别搅和谁。不比可以，哎，您面向工薪，您这一套多少钱呢？两块。你要多了没人吃，没人买，知道吗？没人吃，怎么含糊啊？这就卖多了不行，这就面向老百姓，面向老百姓哦，面向工薪，哎，面向工薪。您写这一套字儿啊，得多长时间？嚯、哦，这是功夫眼儿，这
是功夫眼儿。哦，这个怎么也得20分钟吧？我手算快的，20分钟。当然，这个跟字台的温度是有关系的。怎么字台还有温度啊？字台的温度啊，这手使这笔，这方方面面好多事儿，挺麻烦，是啊，挺麻烦的这东西。这怎么个程序？您这，你看你这挺麻烦的。您您早上起来把字台都做好了啊，字台这边课本都码好了，哦，这边是我那砚台，一个个的砚台，把我那笔宽笔小宽笔。宽笔，哎，普通你们那笔干不了这个，不行，这么长，头是这么宽，拿起来它得血，你知道吗？一个月当玩使3-4把，我手劲儿大，啊，就那么费笔，费笔给的多，你知道吗？那我跟程序您说，我跟这早上起来，我还没睡醒呢。嗯，但你得出来呀，出摊啊，有等字的。哦，把我的字台搁在这儿，擦脸，啊，这等着，这才洗脸，站满了。张奶奶、李奶奶、王大妈都排着队，拿小钳子在这站着。求字的都是老太太，你不一样，有男的，有小孩，上学的孩子们，走到这儿来套字，有这个，哦，也有，知道吗？嗯嗯，这准备好，你几套？两套是吧？我有一夹子，拿夹子把钱夹过来，我不能拿手摸那钱，钱脏。对对，哎，对，夹过来搁在这儿。有一盒子里边零钱，自己找，自己找，找完了零钱，我开始给他先做纸，做，哎哎，等会儿，不是不是，郭先生，您先生，等会儿，您写字这东西，不行，别拉架子了，您先等会儿吧。啊，怎么还做纸啊？对呀，您不买纸啊？你看这不会过了，宣纸啊？完了，那不灵，他不是干这个的，咱这纸都得自己亲自做。哦，做纸，这个字最后这个口感取决于你这纸。怎么字儿还有口感呢？你看，你说这不太不了解吧？我不知道，您说说。我们有一大盆，哦，有我们这些个做纸的原材料，做这叫面巾纸。您拿面巾纸写字啊？你说那小方块，对，这么大，5毛钱一包，拿着擦脸。对呀，啊，那个那是纸。您做的不是也是纸？我们这是纸，知道吗？怎么个纸？要了亲命了啊！啊，您说说，外行没法说。您细讲。我有盆里搁着面啊，知道吗？面揣出来，搁在我字台上，搁好了，拿我那工具啊，啊，工具这样的，知道吗？嗯，你们带一下，这是万字力，完全是万字力，知道吗？这就匀实了，是吧？那必须得匀实啊！完事这当中要搁上金，搁上金，不搁金这口感差着。哎呦，搁金子，您这不是那个金，不是那个金，就是搁完之后使这个纸啊成一种金黄色。金黄，过去有这个，过去老先生们写字有不搁金子的，啊，不搁金子那套叫素的，知道吗？哦，素的那是。您这是带鸡蛋的呢？哎哎。这就开窍了，人开窍了，就大约明白了。拿过鸡蛋来啊，嗯，拿我这工具啊，看见吧？哦，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沉心服气。哦，当中啪一磕，两边一分，唰，何其壮观！嗯，拿着工具，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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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环弄多碎了。嗯，这么一转啊，必须要匀。哦，必须要匀，万字劲儿，人转呐，都得转。哦，完事儿这差不多了，赶紧翻，不翻个就糊了。啊，对对对，影响纸的质量。嗯，翻过来。哦，打这边也行，打这边也行。嗯，跟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是，两边是码课本的地方啊。拖着下，别碎了啊！这脆，这脆是吧？那就叫薄脆，知道吗？那不叫课本。啊，好了啊，卷得了，这都准备工作完了。嗯，呵，把我这笔就拿起来了啊，排笔，这小刷子笔。嗯啊，研得了墨，早研得了。嗯，这个墨要稠一些，发褐色，要亮。要甜口的，知道吗？对，甜面酱嘛。蘸得了，哎，唰唰唰，够不够？你自己说啊。啊，你再要还有，知道吗？哎，看口轻口重。哎，走，抹完之后，哎，把这杆笔撂下。好，抄起我这杆朱砂笔来。啊，要朱砂不要？要朱砂不要？快说快说啊！朱砂就有，单有一个砚台搁朱砂的，搁朱砂的，红色的，对对对对，上面还有籽儿，太对了，太对了，太对了，辣椒，那就是。我得了，嗯，卷好了，拿过纸来，这一套算是裱完了，是吧？哦，哎，拿走，嗯，接过来，他走，我们写字儿。哦，就这么写，写字儿。哦，您这叫写字，写字，您这叫摊煎饼，您这叫，你真不像话，可不是吗？您这可不是就是煎饼那套活吗？你懂什么？你哪见过这个你啊？
你长学问去吧你。嗯，告诉你，你瞧不起我，我们这儿净来高人。净来高人，还来高人？那当然了，我们天天我们这学生们写功课的时候，净接触国内外这些个友人们。对，谁不吃煎饼？煎饼干嘛？文人才子，这些墨客都上您那儿去。香港有一个人叫金庸，哎呦，这大文豪啊，上边来过。哟，知道吗？嗯、哦，认识金庸吗？我就不认识。北京人呢？啊，对对对，老北京人呢。我但是久仰，家里姓扎。啊，对，对吗？扎良庸，扎金花。哎扎良庸哪儿啊？我总以为扎金花扎是他，是他没有，不是哈、啊，不是。知道我们这有高人，北京城有一位书画界的奇才，嗯，郭德纲老先生。啊，老先生，金庸一听这个，这咱们得瞧瞧去。这是金庸吗？您没错，扎金花都有这样的。您说那还是扎金花啊？来吧，打香港坐长途汽车奔六里桥。下车之后知道吗？完事坐300，哦，然后倒车到和平门，坐地铁奔我们这儿就来了。这扎先生还真熟，扎先生一来，我们同学们都忙着呢。嗯，瞧，猪扎先生啊，对，金庸啊，对对对，推着紫台都过来，先生来，哎呦，回来吧，啊，干嘛？争买卖去了是吧？争买卖干嘛？您尝尝我们这个。嗯，校长赶紧出来，哎，别闹，哎呀，您好，哈哈，哎呀，金圣人今天来到我们这儿，可以称得起是蓬荜生辉、茅房天才啊！啊，好嘛，茅房什么事儿啊？这个欢迎您来，里边请。嗯，同学们都排好了，金先生站在上面，很高兴啊。嗯，哎呀，不错呀，同学们，早就听说北京城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哦，尤其各位才子，你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哦，据说了，打周朝列国就有你们这一行，孔夫子无食捆陈菜，嗯，老范丹老祖把粮帮借了米，借你们面，借到如今面还完，挂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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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金先生还唱过快板是怎么着？他是香港丐帮副主席，你知道吗？嗨，甭提那事儿了，高兴啊！今天金某人得见各位高才，嗯，有意与各位先生一起以文会友，不知道贵校校长可肯赐简否？嚯，打算不打算赏我这脸？您看人客气，校长点头，好，就依金先生。哟，多混蛋呢、啊！你看看啊，要不是有外人，我上去我就抽他。这什么学生啊？您这人家金庸是文圣人呢 啊，还不能跟人家班门弄斧吗？那倒不敢。可是校长答应了，怎么办呢？哦，赶紧吧，一个个把字台底都捅开了啊！先把火捅开嘛，拿过盆来。做纸吧，怎么办呢？是吧？金先生等着了啊！对，给包乐的，赶紧吧！校长还偷偷摸摸的说呢。嗯、哎，你那个纸脆点啊！你搁俩鸡蛋。哎、那莫言阴了你啊！嗯嗯。呵，金庸不是四川的，别搞。嗨。您就说辣椒多好，一会儿功夫都得了。啊，一套套装裱完了。啊、哦，金先生，您尝尝我这套，您尝我这个。啊、哦，金先生两手一挥，哎，各位高才，嗯，不必如此，每一套金某人都要吃掉，都要看掉啊。嗯、这金先生饭量够大的、嗯，拿我一套来。不行，这墨研阴了啊、嗯，这就是面稀了。嗯，这不灵，这个。哎，这纸的脆度不够啊！鸡蛋多了吗？呵，这齁死我了！这个啊，严格多了都不行啊！吃来吃去，看来看去啊！您最好把它说清楚了。看来看去，啊、看了40多套之后、哦，终于看到我这套了。您这金先生拿起来，吭哧吭哧，三口就都吃完了。嚯、哦！哎呀，此篇华汉是哪位高才大笔否？这就问谁做的就完了。啊，我赶紧出来了，区区不才，然也、啊。能照此再来一篇吗？嗯，他怕我有枪手，这怕什么？我跟您说，咱们这东西绝没有赝品，是我亲手写的啊！您等会儿这面还够，再来点儿，又一套，弄得了，给金先生又弄一套。嗯，金先生高兴了，一边吃一边吧唧嘴啊！哎呦，正吃着呢，金先生身上传出一种声音来，行，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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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剪子抢菜刀的，掏出来了。嗯，手机。喂。嗯。喂。靠。小灵通。行。金先生也用小灵通。一会儿，这边又响了。嗯。咚咚咚咚咚咚咚。啊，全是这味儿。喂。嗯。哦，
董建华先生啊，对，这接通了。昨天哦，昨天没充值啊啊，这现充值啊，对，这我是金庸，喂，要亲命，喂，啊，喂，信号不好，喂，喂，对，我是金庸，喂，喂，要不怎么叫移动电话？喂。这回听见，这回听见，早站这儿多好。嗯嗯，好，好，是，好好，再见。怎么回事？挂在腰上，这有一皮套挂好了。归校校长哦，金先生，您说吧，是方才是特首董建华先生打来的电话。嚯，现如今呢，在我们这个香港地区，缺一名超等总理。嚯，您看看哪位学生能去呀？嗯嗯，校长说呢，你看我去吧。哦，金先生摇到，我想不去，你连字台都没有啊，你去不了。是方才这郭俊德纲，我看他了不起哈，您人中的龙凤，我看他去是定冲此任，让您去。校长说那他去吧，坏了，要我亲命，我哪干得了啊？哎，超等总理不小了。那小什么呀，他不是总理。那怎么回事？抄去铲子等着，总也没人理，还是摊煎饼。请您欣赏相声《大保镖》，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刚才两个演员唱得多好，对，啊，是《红灯记》京戏，唱了七八段《红灯记》，没别的，好啊，啊，年轻演员不错呀。好啊，是不是啊？说得好。那我们这个兄弟来说吧，啊，这场给大伙表演，也是小兄弟。没有啊，等会儿，你还没问岁数，我大，穿多大号的？这鞋呀，你说你大呀？你穿多大号的？我岁数大，几岁口？不是，张嘴您瞧瞧，你几几么大几？您会说人话不会？你大吗？几大吗？大吗？你几岁？多大岁？您就问我多大岁数，是不是？多大岁数？要判啊？不是，你多大岁？多大岁数？多大岁数？37了，兄弟。我兄弟？小兄弟。您多大？32。拿起嘴了就说，这是兄弟啊，这小兄弟说，别说了，别往下说了，大伙儿得捧。哎，等会儿啊，您是兄弟，不能，我是哥哥，别闹，这闹什么呀？他不识数，干嘛？他那脑仁啊，跟松子儿这么大，打开脑瓜就一碗卤煮。您先别忙着损人，我告诉你啊，哎，这我是哥哥，您是兄弟，刚才您都说了，你先搁下吧，你别闹，您谁哥哥？您小，您32，我37，先有的我，后有的您，这还有错没有？咱数，数，这还怎么数啊？你多大？我37啊。你37啊？啊，我32啊。啊，30、31、32，有我了，还没你呢。33、34、35、36、37，这才有你，我兄弟。按您这么算是先有的您，哎，后有的你爸爸。哎，这可不对，不是不对，按您这算法，先生出来小孩比谁都大，是吗？我可很尊敬你这行啊。咱讲理啊。这也就是说，我有气量，没气量，就凭我一伸手，咔，你完了，知道吗？您干嘛呀？知道吗？什么一看我就完了？知道吗？像我们这个跟您隔着行隔着山的，我，对吗？隔着行隔着山可以，您别逗，您谁跟你逗？我说的实事儿，也就遇见我了，遇见我们同行的急脾气，啪一下子你就完了。您这行人坐轮椅了，知道吗？知道吗？您这行人怎么都那么大脾气？那当然了。您什么行当啊？练武术的。哪说理去？我是练武术的，练武术的嬉皮笑脸的呢。真的，咱只说说实话。您先等会儿，您先把架子放下。您不就练武术的吗？耗腿啊，练武术这么耗腿啊？早晨起来啊，哎哎，行了，哎哎，甭耗了，甭耗了，耗30年，你琢磨那了得吗？耗30年才这么高啊！啊，他还
还得长呢，一年长这么些，一年长这么些，这多的能找到上头来，知道吗？练武术的。哦，练家子。我是个武术世家。哦，我父亲就是练武术的，在江湖之上赫赫扬名，讲究是高来高去，了不起的大英雄，有能耐，江湖人送外号叫草上飞。哦，你爸爸是飞贼。这讨厌了，不许开玩笑啊！草上飞呀、啊，这可开玩笑了。不是，我这轻功盖世，草上飞，就这个二楼啊，一垫脚就上，知道吗？哦，打这边奔那边，一个跟头就过去，没有拦得住他的门，没有挡得住他的锁，知道吗？还是贼呀、啊，贼干嘛？怎么这锁都上来了？什么锁？看看都能弄开，知道吗？开锁的，哪怕银行那锁，瞧瞧，弄根芹菜就捅开了。哇！这能搁这儿了，这么大能耐啊！好，好，一辈子所生我们弟兄两个，哦，我还有我哥哥，那可不是吗？哥俩从小我父亲教我们啊，我先教你们打基础，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砍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绳绳的带锁链带倒水钩带峨眉刺的，什么叫金钟罩，哪个叫铁裤衩，全练过了。嗨，行了行了行了，练过了。铁裤衩您还练呢？刀枪不入铁裤衩啊！这嗨，铁布衫，铁布衫，铁布衫。哎，您这嘴有毛病啊？谁嘴有毛病、啊？铁布衫，铁布衫，差不多，差不多。铁布衫，差不多。这俄语发音不太一样。嗯，这是俄语吗？这个打完基础之后，得投名师访高友，外边学去。这行跟说相声一样啊？怎么？你像比如说，比如说我是说相声的，嗯，我儿子要是想学相声。送到外头去，你们最好往外头比划啊，外头比划、啊，送到外边去，因为什么知道吗？啊，自己人下不去手啊，哦、练功很刻苦啊，狠。早晨起你让他耗腿，你忍心吗？这也没什么不忍心的，搁在这儿有什么不忍心的？说这意思啊，投名师访高找吧。嗯、啊，最后啊。找找我的老恩师，我、哦、还很尊重老恩师老先生，怎么称呼啊？韦米。哦，韦米和尚，江湖上都知道。哦，得道的高僧，世外的高人。对，韦米高僧。好，好，好。家住在北京京西北悬平坡的下坎儿，这个地名叫虎岭。住虎岭、嗯，那地方可没出什么练家子。嗯。老人都知道那地方净卖粽子的，我拿江米砍死你，您也找不出别的东西来了。那儿住都卖粽子的，卖粽子的多，胡闹是吗？知道吗？就跟你们曲团宿舍楼似的，这一楼住的人都是说相声的吗？也不见得，还是 AAA 呀、啊，对吧？老恩师住在这儿，隐居在这儿。哦，住这儿没人知道、啊。我父亲带着我们哥俩，来呀，看看老恩师吧。好，一进门，老爷子正练功呢，啊，跟这儿正捋叶子呢，捋那铁叶子，捋那苇叶子，要包粽子，包粽子干嘛？捋苇叶子。哎，江湖之上练功，这儿有伤了怎么办？拿苇叶子缠一下。啊，拿苇子缠。哎，这儿一缠，啊，我父亲一说，这俩孩子以后交给您了，没别的，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教他们俩的能耐。好，老头很高兴。嗯，好小子，不丢人，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吃饭？早出去晚回来，三七费老火，知道吗？该换水换水啊。以后有功夫，哎，这得换换水了，哎呀，啊、添上水、哦，以后就留这儿吧，啊，在这儿干吧。不过以后留神，要想在这儿干，咱们得先立下生死文约。哦，这还是合同制，我们这行不一样、啊。哦，立完合同之后，俩孩子就是人家的，就送人家了。死走逃亡，各有天命。哦，跟老师这儿学着活，学着练功，啊，唰出去拿车撞死了，这个活该。他这就白死了，白死哟！我爸爸眼泪都下来了啊！可为了俩孩子的出路怎么办呢？行，听您的，我就写写下生死合约。哎呀，老师吩咐一声，摆香堂，摆香堂，前面摆上香炉、蜡供、蜡签、烛台，哦，后边供上我们祖师爷的画像。哦，您还有祖师爷？我们有祖师爷啊！谁呀、啊？屈原。哎，对。
人这行合理啊，嗯，没有屈原就没有粽子嘛，嗯，讨厌，讨厌，有供屈原的嘛？我们的老祖师爷啊，嗯，在上边，研得了墨，掭饱了笔，老师把笔拿起来，把纸摊开了，嗯，直哆嗦呀，说着容易，坐着不容易啊，下不去。这笔一落，俩孩子命交给自己了啊，哆嗦半天，屋里的气氛很凝固，哎呀，20多分钟没人说话，你看，最后老师叹了口气，把笔撂下，嗯，甭写了。不写了，我不认识字儿，那还写什么呀？不认字还写呢？我父亲说了啊，这师傅，你们俩好好学，老师文武双全啊。甭提这文武双全啊！说完之后，我爸爸一溜黄光直奔西南。你爸爸是狐仙儿啊？你爸爸刺猬啊？怎么一溜黄光啊？我淘气，我把我爸爸那皮袄号给点着了。好嘛！您瞧干的事儿，打这儿起，我们哥俩留下跟老师一块儿学能耐。好，练武功讲究是循序渐进，慢慢来，一上来就学学不了。对，先练什么知道吗？先练什么呀？先练这个掌。哦，掌法。先练掌，再练拳，最后练兵刃。哦，得慢慢来。练掌法，拿过一个大锅来，嗯，里边装的都是铁沙子。哎呦，拿你这个手掌去插这个铁沙子，铁沙掌。哎，练到一定程度了，手就有劲儿。就插这铁沙子，但是刚开始不能用铁沙子练哦，有个过程，最开始用姜米搁好了，就光插这姜米，有石头捡出来。您这捡米呢是怎么着？练功哦，练完这个练拳啊，长成了搭一大锅过来，里边都是铁豆子哦，拿手在里边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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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练这个掌的摩擦力，你看看，刚开始你受不了啊，哦，还不行，哎，先不用铁豆子，刚开始用，先用红小豆，拿水泡完了，拿手哒哒哒哒哒哒，为了这个摩擦力，里边加上红糖，知道吗？您掌练成了，拳练成了，您这豆馅儿也揣成了吧？讨厌，练功，您这是揣豆馅儿呢吗？这不是？练完之后要练兵刃，哦，练齐眉棍，拿起棍来院子里边打人行吗？不能行，先打树，哦，找一大树，嗨咔，嗨咔，嗨咔，打三下搁下，干嘛？歇完三下就歇着？有规矩啊？什么规矩？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嗨，这打枣的这。练功夫，这练功，这练什么功夫啊？每天跟老师一块儿学，很高兴啊！啊，老师也教导我们，嗯，好好练，知道吗？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知道吗？什么呀？这都是，我是谨遵老师的教诲。嗯，每当听了您这些个正义的言辞，嗯，我内心就五内澎湃，嗯，希望找一个恶势力跟他同归于尽。老师点点头，嗯，你无耻的样子很有我年轻时候神韵。嗨，这还往下传呢，这，挺好。实指望跟老师能够长久的在一起学能耐。好啊。后来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哦。有一天呢，师傅下山，出去蹦迪去。师傅还蹦迪去？出去玩去啊！无意中碰到年轻时候红颜知己的女儿。哟，从见到她这一刻开始，啊，师傅知道自己的江湖生涯结束了，注定远离这些白衣如雪、来去如风的日子啊！老人家以80岁高龄的年纪，毅然决然地戴上假发，横幅去了。嗨，跑了！从此后只羡鸳鸯不羡仙，找不着了。若是两情相依，又岂在猪猪肉肉？呵，什么学问呢？您这是走了，朝朝暮暮，就我们着急，我们哥俩着急啊！哦，一个是跟师傅能耐没学完，再一个你快到五月节了，这忙了，你正用人的时候，人手不够啊，忙啊，一天到我们俩跟院里这忙活。嗯，这天正忙着呢，啪啪啪，怎么回事？有人击呼。鸡户？什么叫鸡户？不知道。小鸡儿吃辣椒户。嗨，胡解释。有人敲门。哎，门分左右有打扮吧，进了一大个儿，啊，手里拿着拜帖。您两位挺好的。哦，我是前外会有镖局的老掌柜，让我们登门求教，把您二位接过去，有要事相商。嚯，哎呀，你哪儿来的？也没有功夫走啊，现在知道吗？现在说实在的啊，我们很忙很忙的。因为什么呢？您这还包着呢，是怎么着？
行了，不在，别瞪了，知道吗？行行了，您就别瞪这馅儿了，就练功还捆呢，您练功呢，练功呢。啊，不是您得去，现在有要事，车都预备好了。哦，来车了，你瞧车来了，咱不能不去吧？去吧，喊我哥哥把那火封上，走，咱走啊！哎，对，别着了，把那端下来啊，那拿凉水拔上。对对对，转身出来，嗯，车在门口，那大个等着了。哦，太客气了，哥哥来，你上那头，我上这头，嗯，一块上，省得翻，一个轱辘不好坐，你知道吗？独轮车呀，推粮食那个，好，没给您烧五十斤江米了呀？我这边他那边，啊，大个拉起车来，滋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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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奔前门。好，去吧。来到这儿了，老掌柜带这些个英雄好汉都出来迎接我来了。哦，里边请，里边请。迈步来到院里一瞧啊，正当中这是一个二层楼。哦，两旁边黄土都铺平了，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是家伙。老掌柜高兴了，嗯，二位呀，来呀，咱们楼上饮酒吧，吃饭，让我们上楼。啊，这会儿你要是走楼梯，这可是丢人的事儿。怎么？怎么办？哦，起飞至，冲我哥一努嘴，嗯，我哥哥一伸手，由打怀中掏出暗器，嗯，直奔东南角，啪一扔，我拿手一指，有刺客。嚯，老掌柜听好，咱们追他，呼噜呼噜都奔东南角。一来，我哥哥走上楼梯，哎，您就这么上楼了？一会儿的功夫，老头回来，脸都青了啊！这谁扔的粽子？哼，您就带这玩意儿，我说上来呀。上来，你不能走楼梯啊，让笑话啊！还切个人家呢。老头一个跟头上来了，嗯，是大牌宴宴，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烧黄二酒都摆齐了，吃吧，来吧，还管饭呢，喝，甩个腮帮子，撩开后槽牙，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就跟倒土箱子里是叽喳喳叽喳喳。哎呦呵，过来吃了，吃饱喝足了，老头一指楼下，来吧，二位，楼下过过号吧，过过号，楼下抻练抻练，哦，得练一个。跟头他下去了，我们哥俩怎么办呢？怎么办？上来好上，下去再扔粽子不灵了。就是啊，到楼梯口一踹我哥哥下去，咕噜咕噜，我赶紧追。哎哎哎哎，就这么追下去了，多聪明这玩意儿啊！哼，这是聪明吗？这来到楼底下，老头说：“你们哥俩谁先练呢？”啊，我哥哥说：“我来吧。”他练，一伸手抄起一杆大枪来。哦，今天给大伙练一套六合枪。好，六合枪不好练，有赞为证。怎么说？一扎没存，二扎心，三扎没存，四扎心，五扎没存，六扎心，七扎没存，八扎心，全扎一地方啊！这不好背啊，一来就背错了，你知道吗？没听说过，就这么一句没不好背。刚要练，我说哥哥，您的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嗯，我哥点点头，把枪放下，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废话，没练得出什么气儿啊！我来，我练。您呢？见过刀，见过枪，你们都见过。今天你们没见过刀枪并耍的哦，一块儿来。哎，一手枪，一手刀，让你们瞧瞧我的真能耐。好功夫！一伸手，抻起一杆大铁枪来，掂了掂，120来斤。嚯，一掉个枪烟冲下，噗，杵在地上。嗯，老爷子，扶着点，我跳口刀去。再拿刀。老头真听话，攥着这大铁枪。哦，那边都是刀，跳去吧。啊，找吧。我来到这儿找，找来找去，找着一口刀。呵，太好看了，分量也合适，搁在手里要攥还没攥出来。西北前天来了一片云彩，紧跟着咕噜噜噜噜啊，咔嚓。一个雷，再看老头躺地这样，嗨！您这招太损了，老爷子有意思啊！啊，得扶起来，扶起来！早知道给你两杆枪了，就是。就劈死了，那就得了。那我只练刀吧，好吗？啊，就练刀吧。今天练刀，嗯，把刀抱在左手，上看刀尖儿，下看刀穗儿，哦，前看刀刃，后看刀背儿，哦，使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好，刀，哎，哎。您这，哎，你非死这儿不可是怎么着？夜战八方，往哪儿？哎呵，那边，从哪儿啊？藏刀式，那就甭使这架子了。哎，老头挺高兴啊，相逢二位给我们保烫镖，咱们后面验验镖吧。验镖，带哥俩来到后面一瞧，嚯，一个个老窝瓜里边装满了金银财宝。哦，这叫暗镖，暗镖。哎，现如今这趟镖不好保，你们哥俩辛苦一趟。我说没问题，马上就走，咱们是即刻。客当场赶紧走，东西归着好了，我们哥俩饥餐可以小行夜宿。嗯，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康庄子，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沙城保安康庄子，张家口下花园康庄子，下花园康庄子。您就在康庄子这儿了吧？我就往前走了，就这儿辞职是吧？辞职也不能这儿站了，这会儿天可就晚了。啊，我哥哥问我兄弟，咱是打尖还是住店？您说吃面？嗨，好。
了，我这番辞职是吧？对对，行了，依着我哥哥要住店，我说那不行，咱们抓紧往前走，事儿干完咱们再歇着，好，好不好？行。虽然说道路崎岖，但是有着朦胧夜色。哦，正往前走，耳听得吱吧，袖间声响，苍啷啷，一棒捅我，原来是有了自立咬啊！哎，你听我这普通话怎么样？啊，您这啊，这是普通话呀。两旁边雁别翅排开，出来一对喽啰，正当中出一黑大个儿。嗯，这大黑脑袋往这一站，此山是我开，此处是我宰，要打此处给我脱下裤子来，撕个裤子呀！大胆责人，不光劫财，他还要劫色了啊！哎呦，一个人打都打不过我这哥哥，咱俩人打了吧？打的努嘴，我哥上去，两个人一块打的，刀来枪去，枪来刀往，眼瞅着瞧一破绽，我心想小子真就到这儿了。嗯，刀拔出来，咔咔一下子，脑袋地上翻滚，我是嚎啕大哭。你哭什么呀？把我哥哥宰了。感谢各位啊，是说的不好傻卖力气，还净出汗，你看人家我看那汗不出都痒着，我这痒汗是怎么着，怎么说话呢？这是多听相声有好处 啊！尤其现在什么网络媒体啊，方方面面的，很先进。大伙儿听相声不见得非得上剧场，嗯，网上也能听，买张碟也能听，是不是？很多渠道啊！现在国家发展的很快，嗯，尤其前年、去年有几件大喜事儿哦啊！尤其是去年开始，前年国家允许宰人了，现在什么时候啊？我希望第二个宰于谦，宰完于谦宰我，不是？干嘛呀？宰他们。好事儿，什么时候允许宰人了？宰人呢？宰了一个了，在你之前宰一个了，什么的有这事儿啊？杨利伟，宰了吗？嗨，什么呀？宰人吗？宰人飞船？对呀、啊，弄到外边宰了的，对吧？正字念宰人。我很喜欢这行业啊。啊，我如果说能干这行，我听说又快了。哦，又往外边宰人去了。哦，又往上发。你希望能宰了我啊？您，我也不说相声了，我上天了，我宰了，那宰了。那也好。好啊，好，多好，嗯，但我去问去，他们现在据说不要人，得培训，啊，那得练。说这要让他们挑上，这一个月还不得800块钱工资，药费都得报吧？啊，您穷疯了是吧？打车去估计能给报，你信吗？您要有这心就够呛啊！我自己先练练，先锻炼。哦，下功夫。门口小花园里边，小孩们都坐那转椅，嗯，下下都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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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那宇航员来了啊！锻炼锻炼，特模宇航员，推我，别走，那胖子回来，推我，推你，小孩推一圈一圈的，嗯，呵，40来圈，停，啊，别推了，啊，我那胆吐哪儿去了？好嘛，胆都吐出来了，啊，练功嘛，啊，这玩意儿据说还得练那个运高，啊，那恐高症不行，最高最高地往下看，啊，我住京广跟前，哦，这行吗？上京广，我上京广上面去往下看，哦，你锻炼吧，这倒是，爬楼，站在上面，这高啊，嗯，正看着来四个警察，下来吧，工头答应给钱了，拿我当兵哥。哎谢谢大家啊，这个相声好多都是编的啊，对，刚才这也是编的，到这儿就全是编的了，但是有的事儿是真的。你看前两天于老师交了几个朋友，这个挺可乐，他根本不一样啊，嗯，我交朋友就是说相声，对，除了说相声唱戏的也认识这个，嗯，他竟认识那个高人，世外高人，对啊，那天认识俩，认识一喇嘛，哦，打西藏来喇嘛，戴一黄色的帽子，嗯，穿一紫褂子，一见人挺客气，咵，磕长头，啊，跟他说了，哎，我你借我使使，我新搬的家那地板脏着呢，把喇嘛借你使使，哎，俩有一天都干净了，知道吗？不借他骂我，你这不懂啊，人高人啊，圣僧，对，那叫五体投地。后来他又结识一和尚，就是得道高僧，打哪儿来的咱不知道啊。那天还弄着俩和尚，一和尚一喇嘛，出去玩去，开车，仨人出去玩去，到河边了，把车停下，哎，来船，有小船，船划船，好啊，喇嘛和尚跟他仨人划船，让我们当骑手。小船儿这样唱着呢，仨人全知道，到河当间了，停下来了，啊，聊天吧，啊，喇嘛给他讲西藏怎么回事，藏传佛教怎么回事，和尚给他讲，云游天下可乐的事，啊，他跟
给人讲说相声的事儿。说着说着，人家喇嘛说了：“我有一件宝贝啊，这是想当初啊，我在西藏那儿活佛给我的。嚯，我给你拿瞧瞧去啊！站起身来啊，从船上站起来，这船上到岸边20米哦，站起来就往水上就踩，知道吗？”嚯，这愣走下去了，这登平渡水，走到岸边上车拿东西，趟趟趟趟回来。哼，咱们光看过神话电影啊，这个一般人没见过。这是好，这多神奇，很神奇这东西。回来了，看看和尚也乐了。我那有一张星云大师的照片，你们也瞧瞧吧。和尚也站起来，顺这个水面呀，就踩着水瓶走。哼，一会儿拿回来了，拿这儿。哎呀，于谦很羡慕，我能学这个吗？啊，俩人乐了，心诚则灵。哦，得信这个。他乐了，我车里有一张牛振华的相片。我给你们拿，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站起身来也学人家啊，咚一步就到底了，是吧？咚下去了，咕噜咕噜冒泡，仗着水量好，咕噜咕噜往上来，上来水量啊，水性好，上来，站在这儿，我还得来，沉心运气，菩萨佛爷真主上帝圣母玛利亚。全信，好哟！我站起来又奔着水面，噔噔噔噔噔，掉底下去了啊！又掉底下，赶紧往回游，游到船边，听这喇嘛跟和尚俩人说话。啊，这和尚说了：“哎，咱是不是得告诉他这石头在哪儿？”有一出京剧叫《桑园会》啊，好，秋实相声演员都会了，对，唱起来很好听，是西皮流水版。您唱一也叫马蹄金呢、啊，您唱一唱。秋胡大妈问家乡，行人路上的马蹄呀忙，左里吊鞍勇木王，见一位大嫂手盘桑，前影儿好似罗妇女，后影好像我妻呀房，奔当乡。讲起人且知人说人两米的女最非常好，这是京剧原唱。我们有一段山东二黄，说的是山东朋友用山东话演唱，更有意思。怎么唱的呢？好听着呢，唱一唱。听我混打马死奔南家的里熊爷那个鲁啊撒撒马发听啊提自己咋加了拼啊难度一我的银色像偏家偏呀偏货偏我偏再要偏气呀在前堂死了别呀高堂的母啊在后堂死了别呀咋得气呀夫妻们分了别大门里他看我这个我看他这个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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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这个脸皮皮呀大丈夫气呀能啊不知热气呀战死在两军真是又能怎么地肚子被犯了帮啊早就犯我耳听得了战鼓儿啊不住地噔噔啊噔噔哒哒的滴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三国战将勇手提赵子龙长坂坡前逞威风什么一打一呀大起天呀一打一呀大起天抬抬一抬一抬抬呀抬抬一抬一惊扎东不隆隆眼尖叫造型决心呀穷跑呀一呀加大龙血心呀卡放大头的了五下星辰王炮腰防雨带足踏草穴坐怪太朝里太高高飞了家呀看着不去看着大刀的去倒回调理星爷本来的咱呀三好院里呀展业哥这个美大嫂沈川说这个懒办事儿那咬记住这个摆波单那头上别住骨头单那脚下穿着顶波单那老头人比较方点上边方着老三圈的也说在军儿里前阳儿好像个罗斯女后阳儿好像个发个气奔到下前讲起音前指着错认了闽南女人四个擦地这味儿师傅啊，有一段唱了16000多遍啊，黄鹤楼来晚了，今儿上午有、给大伙儿唱一遍大实话吧。好，这是我们一个保留节目，对对啊，希望大家万事如意啊。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人老
段相声叫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表演者郭德纲、于谦。人可是不少啊，今儿多，我知道大伙儿的心愿啊，来听相声来的，哎，喜欢相声是不是啊？对，尤其是爱看这位老师，我呀，我跟你们大伙儿一样，是吗？我也是啊，特别喜欢他，哎呦，特别特别的喜欢他，谢谢您，谢谢。打心里来说，在我的心中，这位老师的分量很重，真的。日后我要是有了儿子，嗯，我一定让他叫您这名字。我喜欢你们这演员呐，您是喜欢您儿子，不是喜欢我们这演员、啊。我既喜欢我儿子，我也喜欢你。没听说过，您儿子叫我这名不像话。就说这意思，我喜欢相声啊，喜欢相声是对。多好的艺术形式啊！啊，抨击丑恶，哎，藿香正气，哎。对，这月份正听相声，这个行子我坐性，我就坐什么词儿啊？他们这行子知道吗？你喜欢相声就完了。我认识你，我很高兴，是吗？我真的很高兴。可能您对我也不是很熟悉，您怎么称呼？我姓甘，哪个甘呢？上甘岭的甘。姓甘 哦，姓甘。怎么称呼呢？嗨，也没个大名哦。家里哥们兄弟多，我最小哦，都管我叫老啊。哎，您贵姓啊？免贵，姓于。哦，您台谱？单字一个谦，这么说是于谦甘老。别乐了，咱们可不是外人。对。都连了亲了吗？都、哎、太好了，有叫这名字的吗？我见着你我痛快呀！我您是哪儿的呀？高兴，我真高兴。我跟您是谁？怎么回事？我找你来了，我为找你我费了劲了。我怎么？我可是北京城溜溜转了有两三天，我都转了、哦，都转了。什么这个团河啊，什么秦城监狱啊，北京监狱啊，我都去了。您上那儿是找不着我啊？没有，他们说没有，没有，不是没有吗？这后来说 啊，说跟这儿呢，哎，马不停蹄到这儿来了，瞧见你我痛快呀、啊，跟我走吧，啊，上我们那儿去吧，上您那儿，跟我走，干嘛去、啊？你瞧，你我不知你们演员有没有忌讳啊？您说没关系，没事没事，我外行、啊，没关系没关系。说错了您可别怪我、啊，您尽管说尽管。我不懂啊，是演员是不是只能在一个地儿演，别人不能去？没有这规矩，可以出去是吗？我们经常出去，你救了我了，你救了我了。您怎么回事？我原来以为就跟着一个台这演，我没办法。啊，不是，你要是能出台，太好了，救了我了。好了，不能出台啊，不能出台。你们刚还说能出吗？能出去演出去。对呀、啊，出去离开这个台吗？出去上别的台。就不叫出台，就叫演出，是不是吧？旅行演出。您帮个忙，什么事？我求您，怎么回事？您说，您一定得去啊，您一定得去啊。上您那儿演出吗？上我们那儿演出去啊。哦，我求您了，求您了。您别客气，别客气。这个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您说一说，做个介绍。我也很少在咱们大陆这边待着。哦，您不是咱们大陆人。对对对对，我一直在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工作。哦，那华侨啊，啊跟着我们老总一起啊，啊一个小职员。哎呦，您别客气，别客气。小职员，老爷子呢，这个年轻的时候是北京长大。哦，老根在哎，就住南城，是吗？就这门口，十四岁那年呢，跟他父亲呢，就到南洋去谋生，哦，做生意出去啊。今年整整85岁，高寿啊，85，哦，生意做得很好，是是是，8000多亩的橡胶林，哎呦，船队24个船队，哎，10几家的银行，挣钱了，生意做得很大。
大生意，跨国的公司。哦，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嗯，水流千遭归大海啊，嗯，叶落要归根，得回来，一直念叨，嗯，我得回去看看去，啊，我得回北京，想了，我上家里边转转去，我要吃北京的小吃，哎呦，我要听相声，我听大鼓，我喝豆汁儿，你瞧瞧，吃烤鸭，嗯，说的人心都不好受啊，是，正好今天有时间啊，弄老爷子就到北京来了，哦，回来了，都赚了，哦，都赚了，好好好，四九成都赚了，嗯，那天这不吃烤鸭去吗？哦，得意这口，喜欢吃，呵，就好吃烤鸭。好啊，我给他卷一卷一卷的吃，伺候着。不过来说，岁数是大，哦，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嗯，不像咱们能多吃。对对对，那个岁数吃不了多少，饭量小了。吃了四千卷之后啊，哇，他觉着削微的有点不舒服，那撑着了那是，这不就弄回去了吗？啊，弄回去抢救，很遗憾啊，就没救过来。八十五岁给撑死了，死了不能提这个，这个别难过，别难过。打小也是跟老爷子一块长起来的，啊，对我是真好啊，喜欢您。没想到死在这儿，哦，哎，赶紧吧。怎么回事？嗯，给四位姑奶奶打电话，哦，来料理这后事儿。我，哦，张罗着办白事了，罚送老爷子，这应该。老爷子也说了，嗯，死了之后在北京火化，火骨灰呢就撒在北京大地上。哎呀，撒在哪儿都行。嗯 嗯，要求魂归故里。好，哎，好好办这事儿。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儿，确实。这心里别难过，不是滋味，不能提这事儿。今，嗯，日也是哭的眼泪都哭干了。啊，这找四位姑奶奶赶紧办事。姑奶奶，啊，赶紧办这白事儿。老爷子留这么些财产，留这么些个钱，是吧？哟啊，赶紧嘿啊，这好啊啊！四位姑奶奶找过来啊，哎，把这白事一办，啊，老爷子钱一分，四位姑奶奶也挣钱了。不是，李先生，这您没闹清楚。这四位姑奶奶每位都比老爷子还趁钱啊，很有钱，说分这笔钱不落着，那天跟我说了，无论如何把这钱全花了，都花了，他发送老爷子解心疼。哎呦，那多少钱呢？这是花钱如流水一样。哦，知道吗？你就算吧，那些日子抢救老爷子啊啊，花了$2亿，就抢救啊。但中医、西医、偏方，北京各大医院都看到了，全用上。光买揣子花了8000万。等会儿吧，等会儿，不，金边儿等着了。啊，这不行，买揣子干什么呀？他吃那卷儿太多了，拿揣子往外揣，知道吗？拿老爷子当马桶了，这个电动纯金小揣子，知道吗？受不了，花钱无数啊！你甭说这个，哎，我们最近家里就是这些日子帮忙招了好些个临时帮忙的工人啊，有一个李妈啊，李妈，李妈 去3天啊，实际就是端端水、擦擦地，去3天，多少钱啊？给了$7000。干3天就给$7000啊？你问李妈去。对啊，李妈是谁呀？哎，你们说相声那李菁他妈。对，李菁他妈去了啊。嘿，我说这2天李菁花钱大手大脚了呢。你看看，嘿，这徐妈拿的更多呀。徐妈给14000。徐妈是徐德亮他妈。这对，您说对了啊，对吗？没错没错，这就跑不了。今儿早上请我吃的早点，啊，你看看，哎，你看看，从来没请过这事儿。你这要的说的好，就这么花这钱，花不干净。是啊，急得跟什么似的啊！天天的，我在家里还得劝这四位奶奶。哎呀，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啊，这四位奶奶 啊，要说不在一块儿，想。那是姐姐呀，啊，你过来吧，妹子，你来咱们聊天吧，亲姐们。想，嗯，要真坐在一块儿啊，啊，3句话就打起来。哦，还不和，都是急脾气。哎呀，3句话5句话，这就呛不起来了。啊啊，走，谁别见谁，这样走3天又想，唯独有一个办法让他们坐在一块儿不着急。什么方法？听相声。哦，都喜欢我们这相声，邪了门了。哦，别的不好啊，啊，就是说相声。嘿，哎，往这儿一坐，找几个说相声来，往这儿一站，嗯，还没说话呢，看着就乐。哦，这太可乐了，这个这人怎么长成这样呢？啊，给拿1万块钱。没说呢，就拿1万块，1万块钱，谁说相声不景气来了？要不说呢？那更给钱。啊啊，这
是一鞠躬，给拿五千，拿五千啊！鞠躬就挣钱。您说这相声，拿一万二，拿一万二。你看他听不了，听不了一段反正话啊，花个一个亿美金跟玩似的。嚯啊！这就好听相声，这不就给钱呢吗？这也不是谁串闲话啊。说北京有一说相声特别好的叫于谦，哦，提我了，要了亲命了啊！四位奶奶不睡觉了，跟我急了。找我这么些个钱搁这都烂着啊，找于谦去。哦，北京说相声我们都听过了，嗯、啊、就没听过于谦。嚯，把于谦弄来啊。我们弄于谦，哎，知道吗？啊，花钱吧，是不是？这四位奶奶是这么说的吗？就是说的，就这么说。你钱都搁不对着，就等你，你一进门你发财了。那我去就能挣钱。咱说两句话 啊，我可是拉巴你，谢谢您，哎，谢谢您，到哪儿你不能忘了我，多新鲜，行不行？这事儿啊，有功夫没功夫啊？有功夫吗？行，你准确啊，我们能出去，可咱说好了，可以，你可别冤了我，我说好到那儿去，奶奶们等着，你不去，不能够，我算是完了啊，我们这有义德，那行，邀您了就得去，好，哎，罢了，这事儿就定死了，定死了，您准确，没错，行，演什么都无所谓，是啊，行，哎。咱有的话得说到前边啊，啊啊，这个我们那儿办白事这次搞得挺大事，国内国外来了不少吊孝的人，啊啊，屋里院外一个个穿的都跟白人似的，你要这样去，不尊敬老爷子。哟，那我怎么办？实话实说啊，啊，您应个景儿，干嘛？无多有少，你得带点白呀、啊。你哪怕说就扎一根带子呢，挂点孝。哎，人家哎，这是这意思啊。姑奶奶瞧，嚯，这说相声于谦懂事啊啊，给拿三个亿，拿三个亿。不是挂根带子就拿三个亿，就说这意思。你愿意不愿意吧？这个不是不愿意、啊。您说不是我就是说，您看我这现在父母双全，啊、我岁数也不大 啊，我挂根孝，你这好说不好听，您知道吗？这个孝这东西不能弄是吧？这挂白不好看，不好看不要紧的啊，咱们在钱上着不呀？还给什么钱？钱上着不呀？啊，不对，这扎不扎？扎扎不扎？要扎呢？你要扎的话。美金啊，你先拿一万，一万美金行不行？行，补偿您呢是不是？行，是不是？这扎扎点没关系，袋子要扎了呀啊！这袍子你也穿上点吧，小袍子啊，这显着那么干净，我光显干净不成啊？怎么呢？我们这后台同行同业一说于谦，这父母双全给人穿孝去了，你别让我问住了，别让我问住了。您说啊，京剧红泥关啊，上场出一小花脸啊，从头上到脚下都穿得跟白人似的，人这怎么人不活着了？啊、不，您说那我知道啊，人那戏啊，逢场作戏。嗯，再者说了，人后台穿一身孝还给彩钱呢。嗨，穿不穿吧？要穿呢，拿两条走。黄瓜，两条，一瞧就没见过什么金子。哎，你看我这表情，金子。您咬牙也没用，金子给两条，金子，三两一条，半斤一条，这么沉，要不要？也穿就拿走，不穿拉倒。啊，这穿啊，穿行吗？这哎，对，这不就得了吗？笑痛苦人啊，痛苦人！哎，这干这行的，那脑子得快，逢场作戏玩啊，想开了，图的挣钱呢，就是是不是？没错，袍子要是穿了啊，这帽子你也戴上点儿。我还再戴一白帽子，你万一跟这院里忙活，拿风一搜脑袋，脑疼怎么弄？不是，咱可说好了啊，刚才那两条可是衣裳钱。哦，带不带吧？带，再加两条，这就四条，前后四条，行了，来个帽子，来这没关系，带四个绒球，带。我先算算吧，挑大号的，一个绒球是孙子，俩绒球是低了嘴，仨绒球耷了嘴，四个，我成孙墨子了吧？啊，我没辈儿了，我这个带这显得肉头，你知道吗？肉头管什么呀？这多愣得很，我逮谁得叫谁好听的了。这那个前后四条，你拿着了，给钱是吧？我信你管那个吧？定好了啊，四条，说好了，行，四条这，哎，帽子要戴了啊，这鞋呀、啊，你绷上点白布吧。
鞋也蹦上，显得亲近呢。啊，好不好？蹦上白的，要不然头齐脚不齐呀、啊。哎呦呵，甭废话，啊，再加两条，加两条，两条，两条半，这前后啊，两条半。两条半，行不行？玩儿吧，这好好，您有钱那就没问题，行吗？可以，可以，可以，再崩个红后跟儿。我，您这越来越齐，我还近人呢，是亲近人呢，亲近人呢？什么亲近人？这多前后前后六条，七条，半条干嘛？行行行，听您的，啊、只要前后七条，七条，干不干？干，定死了。行了，好了，实话实说啊。好，半斤一条，七条黄金。好，你这你这一辈子你高悟了呀？行行行，还说什么相声？哎，不是，干了。行，那个甘先生啊，这回啊，嗯，等于您照顾我。哎啊，等这个我办完这堂事啊，这个钱分下来以后，我可不能白了您啊。咱俩二八开账，我不能让您白了。这事儿吹了，等于您哎，拉倒，帽子别戴了，袍子别穿了，别带子别系了，鞋也别崩了，哎，拉倒这事啊。不不，咱们单说，明儿我上去，还要找别人去。哎，别，别问您去。怎么着？怎么回事？我这可是孝顺，你回我呀？怎么了？这么大的家业，我干这么些年了，我手指的缝儿拉了这点也比你这多呀。四姑奶奶瞧，这小子没心呢。啊，这个钱他都要啊？你回我了。饭碗子砸了，差事就下了，那就完了，那就你就挣你的，你甭管我，得了，以后当头道走不就完了吗？嗯，好好好，是不是？行行行，哎呦，我帮忙，我找你呢，您够交情，对吗？哎，于先生帮忙，有什么事啊？啊，您可就说，那当然了。哎，那个，抱点什么东西，搬点什么东西，这我都成，有的是伙计，有的是伙计，你甭掺和这，力气活，红二白二我也行啊。哎呀，切个什么东西？包葱的一千多人了啊。哪吃那么些葱啊？这东西，这个呀，用您干这活儿，后头打下手，打下手有的是人，有的是人。那我不落人呢？您说？哎呀，你这人事也太多，实诚人，哪有些穷事？嗯，你这样吧，啊，出殡那天啊，有点小玩意儿，你跟着拿着就完了。哎，这可不成，嗯，太值钱了可不成，啊、人家都好东西啊，但翡翠白菜我给人摔了，赔不起。没，不是那啊，不用放那，哦，就小玩意儿。你就跟着拿着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这小玩意儿，那个小孩玩的花楞棒，拨楞孔。哎，花楞棒，嗯嗯嗯，这么大个那个，给他把尺寸弄大点儿，长了，放大，嗯嗯，做的花枝招展，嗯，头上还弯起一钩来，嗯，两边有飘带儿，是写着四个大字儿。西方接引，对，还对呢，还怎么了？让我打分去了是吧？这多好，这个这好什么呀？好，好啊，这个不去了啊？怎么又不去了？干嘛？哦，找当儿子去了？不是，你这就是啊，是啊，是什么呀？是发财呀、啊？发什么财呀、啊？后台那么些人呢，你怎么不找我呀、啊？我找了，他们不像、啊。哎，我像啊？你这像也不去，长得天生像干这个？没听说过、啊？我这父母双全，我多丧气！不是你，我给人当儿子去，说好带这不成啊？我绝对不去。前后七那可不是同行同业，到时候笑话我怎么办？七根金条，那么街坊邻居，我见面我都抬不起头来。咱们说好了，说好了也不成，这事我不干。不，老爷子八千多亩现征林了啊！咱们我打发要半家产一半，知道吗？他是他的，这二十多艘轮船吧，不在乎这个。十几家这银行都是我都见过，这买卖家可就归你了，这不全给我发了财了？我不管这事，老爷子跟前还四个女秘书呢。我还呀，老爷子都85了，女秘书也得70多，那四个可都是亚洲小姐。一个个跟天仙似的，长得漂亮啊！姑奶奶们说了，谁打花这四个秘书归他。完事儿之后，搬到南阳一住，买卖是你的。古人过日子，享不尽荣华富贵，你不干拉倒，有的是人要干了。干！干了！拿着事儿去。哎，您别生气，别生气，说的好好的，知道吗？别生气，别生气，这还刚才一无赖拉倒，我乐意。用钱的人多了，没关系。啊，干了，哎、啊，您别往心里去。刚才脑子一蒙住了啊，这事儿行啊，行。你这个你别来这套，不，说相声我见多了，真事儿啊啊，我真成，说去就去。你大伙儿瞧这模，一会儿嬉皮笑脸，一会儿呲牙咧嘴，到那儿去一弄这事儿不灵了。我真成啊，成什么成啊？话又说回来了，啊、真把你找去了，你打发报告跟这一哭，啊，街坊你说不对啊，怎么了？老爷子一辈子没儿子，这哪来的？这怎么说？哟。这事儿怎么办呢？要不这样啊，就说老头年轻时逛过妓院，留下野种。我是野孩子，胡嘴拉倒。哎，来。
事儿，修脚扒袜子坐到行上、啊。来来来，您这答应不答应吧？就这么说，行吗？就这么说，我还得嘱咐你啊。没事，您说。你不能回我啊！你要到那儿去见着姑奶奶，你得跟真的一样。哎，这您放心，你该哭得哭，该咱们演戏逢场作戏，说哭就哭，说乐就乐。你会到那儿，你磨磨丢丢的，这要我亲命吗？不能够啊！说来就来，当时就哭，真假的？演戏嘛，我没跟啊，对你的，我干多少年了，您真假的？趴住了啊！他说这不怕什么的呀、啊？我这吃饭家伙记在你身上了，没关系，你不能坑我，你知道吗？当时眼泪就下来，真的假的？一点问题没有，是吗？那就没错，你别半截乐出来啊！我干嘛呀我？啊，行啊，这饭碗子呀这儿。哎，你明白这就行。咱当买卖干。罢了罢了，好不好？罢了罢了罢了，那这样说咱行是吧？行，没问题。不过还有一样啊啊，终归就是你说的啊。你跟这儿，你，哎，你试一把，我瞧就行了。实话实说，这是万贯家财的事儿啊，是不是？这真砸了，我担不起，我真担不起。不是啊，这怎么是的？就好比说，这就是灵堂了，你弄好，你哭两声，一瞧，哎，有点意思，到那儿去，你咱就齐了。哦，这就是灵堂了。这好比说，这就灵堂，是吧？这都弄好了，这都弄得了啊。你爸爸就跟这里躺着呢，是吧？你爸爸在这里了，我爸爸在这里呢。对对对 对, 对，我爸爸是蛐蛐啊，别瞎动，怎么跟这里躺着？这老爷子挺好了，别动啊，别动，这就是这儿，行不行？这不是，是你要不乐拉倒，不是不是不乐意啊啊！这我行是行，行吗？我跟您说，咱就去，直接去就完了。你说的容易，我跟这是没气氛，这东西啊，我就说那就当时就哭就不啊，有办法啊，真有办法。你瞧，我跟这老爷子这么些年，我什么没见过啊？我想的能不周到吗？您怎么说是怎么想的？我给你化好妆。化妆，你穿好了办得了，你自己找着这感觉。你演这么些年戏，哎，没遇见这么合适你的活儿。真的，你我都替你美得慌。那我试试，我偷着乐去吧。哎呀，这，你说这事儿弄的。还都带着呢，是怎么？就给您预备好了，这是我上你们团的，嗯，要的你那服装尺寸啊，特意给你做的。这位真下了功夫了，来来来，来于老师慢一点啊，您慢点，来来来啊，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嗯，你天热，应该给您做一个凉快点的。啊，没事，就将就将就，嗯。来来来，行啊，行，嗯，可不是行吗？按照我那尺寸做的吗？是是是，嗯。哎，别说啊，啊，这一般人穿这个他没有这个气氛，您穿着这马上看着就像，你知道吗？谁穿着这看着都像啊！来来来，身上有一个小帽帽啊，戴上这个，啊，活脱，就这个，太好了，行吗？太好了。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咱们简简单单的呀，啊，给你做点小道具啊。这什么？哦，好比就是那幡儿，你知道吗？嗯，你别挑眼啊，别挑眼啊。没关系，没关系，这咱就说好了。先来这个，咱们就是演戏，你知道吗？是是是，逢场作戏。来来，搭肩膀，搭肩膀啊，像干这个啊，这一看有师傅有徒弟，你知道吗？这还传上了。有，这好这好啊，这好弄好了，省得漏风这啊。嗯。不是这我光一人这啊，这还是气氛哭吧？不是您咱就说，我这看着您看没问题了吧？这咱到那儿就去，啊，到时候家里人围上以后，这到着那气氛，我当时就哭出来，没有问题。这光我一人干低了这情绪不好弄，您知道吗？一人没有这气氛啊，就是您，我给你找几个帮忙的，这还要帮忙呢？找几个帮忙的行吗？大伙儿配合你行吗？哎，那就行了，行吗？有气氛了，帮忙的。怎么样？你瞧瞧，为了你，大伙容易吗？你瞧啊，是是是是，美国死人都有，你看了吗？各式各样的，这太平天国的，这是你看见了吗？嗯，行不行？是是是是是，热闹极了，这就是现场，这就是现场，这就跟真的一样。那咱们大伙都是老忙的啊，哦，连吊孝的都有，有吊孝的吗？还吊孝的？吊孝，快来了，来了，来了。差不多
你兄弟，你们俩哥俩呀、啊？这哭错了，哭错了，哭错了，哭错了。回来再练练，哭错了。这人没问题了吧，于老师？行，那咱们看，咱们我搀着你，我搀着你，来吧。来，大伙儿掌声鼓励一下孝子。橡胶林子都是我的，8000多亩都是您的。得嘞，来来来，小子少捅啊！那个轮船公司还有我的，二都是你的。那银行，哎，看你还哭不哭？来。怎么回事？老爷子还没死呢，没死。新加坡来的，哎，还来一遍。我爱来这个，我不爱来这个。一般人演不了这么好哈。于老师为了演这个节目，每天在家里练啊。我怕把街坊吓着啊。还行，不管怎么说吧，今天这个图个热闹，哎，这叫大福寿全。是是啊，早先呢，老先生们也演这个啊，那个比这还热闹，还得上什么童男童女啊，好几十人，指儿指马呀、啊，对，人也多。这个呢，咱们过些日子呢，重新整理，重新再编排啊，给大伙再演，我们一定让于谦老师演这小子啊。我跑不了了，因为什么呢？这个一般人来这个呢也不像，是不是？还是我像。于老来这比别人都像，没听说过。这个相声就是这样啊，上这来图一什么呀？图一高兴，乐，是不是啊？对，我们哥俩有时候呢在台下也聊天说啊，说相声人心态要好，对，一定要心态好。说相声这人肩懒缠滑坏哦，台上他好不了。是，那可不是。人性跟能力是一样的，哎，你瞧这人台上什么样，台下就什么样。哦，台上啊，狗里狗气，叽叽嗦嗦，台下也这人。哦，都带出来了。所以台上撇着大嘴，台下也撇着大嘴，嘿，一模一样。哦，你这一看就厚道人。实话实说，于谦厚道，实在。从小的时候就是很厚道啊。那阵儿来说，家里都不像现在是这么有钱。那时候比较穷，很小的时候就很顾家啊。特别顾家，这是不是单纯的捧他呀？啊，真事儿。小的时候就顾家。哦，我说一事儿啊，小的时候上学，啊，他就很讲究卫生，结果呢，脑袋上就长虱子了。这是讲究卫生吗？这那阵儿条件不行，也就是你们家有这条件，一年还能洗回澡是吧？我条件一年洗回澡，平时不行，脏啊，长虱子了，长虱子怎么办呢？嗯、啊，于谦有办法哦，上班上跟同学们挨个的玩那顶油，就是这么个厚道人啊，一下午。挨个顶，哎，这一下午全班30多坨啊，全传上了。那可不是吗？他很顾家，这还顾什么家呀？他爸爸是剃头的，好嘛，揽买卖去了上。是啊，所以说这在我心中这是了不起的人，嗨，很了不起啊。没什么，没什么。生意方面那也是比别人都精，上学的时候也聪明，是吗？啊，后来进曲艺团学员班，老师最喜欢他。哦，一帮孩子都站好了，老师这一说啊，于谦给他们大伙儿站队，让他们报数。哦，小队长，这当个小官，一二三四我报，他站头一个。嗯，老师也高兴，大伙儿都向于谦学习啊。下午咱们大伙儿啊上前门小剧场，嗯，看演出去。哦，观摩、啊，看看老先生怎么演出。对，凡是聪明的孩子都跟我走，于谦别动啊。嗯，干嘛单把
我给提了出来了。就说他老是偏疼你啊，啊，偏疼你啊，因为你灵啊，因为你灵啊，哦，是不是？当然了，他有的时候他也恨得慌，恨得慌，他恨得慌，因为每个学期啊，曲艺团学员班大伙儿都做评审啊，嗯，谁多少分谁多少分，于老师每次都第一。那我学习好，从后往前数，哎，倒数第一啊，总是第一，也恨小孩长志气。善后练边，哎，对，我不能让你们把我比下去，长能耐，我得比你们强，这就对了，对吗？啊，我就得害你们，哎，是吗？这什么心眼儿？这都是省吃俭用啊，存了几天早点钱，哦，买了一瓶硫酸回来，硫酸，硫酸，想主意都想绝了啊，藏铺底下，嗯，啊，晚上睡觉都躺好了，大宿舍嘛，嗯，啊，孩子们都睡了，啊，他站起来，把这硫酸瓶子拿出来，嗯，啊，倒到那漱口轮里边。举着这杯，嗯，你们算是完了。干嘛呀？李伟这儿，嗯，吴斌，那么同学，刘廷凯，嗯，张丽萍，啊，你们一个也好不了。干嘛？这喷在你们脸上，你们就算完了啊。